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《识食攻略》，我是识食特工 Kelly。 而家食素越来越 hit 啦，一于带大家试下几间素食餐厅啦。先嚟到呢间荔枝角嘅素食餐厅，最近新推出一系列中菜，卖相同普通嘅肉类菜式几可乱真啊！试下个腊味煲仔饭先，冬天食暖粒粒。煲仔菜可以试下枝竹羊腩煲同埋沙爹牛肉粉丝煲，配埋酱汁食，香喷喷好嘢味。呢款烧味拼盘都好丰富，有素叉烧、卤水鹅、卤水蛋等。鍾意食炸物嘅朋友可以试下呢款奇趣三宝，有炸春卷、煎竹卷、脆卜卜，好香口。另外每份主菜都送自助沙律巴任食同埋任饮汤。跟住嚟到尖沙咀呢间人气素食餐厅，素食放题都只需要78蚊，好抵呀！大家可以任食近50款亚洲菜，前菜有芝麻菠菜、冻豆腐、肉子烧、串烧同埋炸物都有好多选择，例如系素炸鸡髀、素花枝酥扒、冬阴功同埋肉骨茶汤面都值得一试噶。最后嚟到湾仔墨西哥菜餐厅，有一系列素食嘅牛油果菜式，必是牛油果雪糕。牛油果核其实系芒果雪巴，好开胃。这个牛油果汉堡是招牌菜，用上圆个牛油果夹住大啡菇，牛油果墨西哥脆饼和炸牛油果都不错的。可以入来闻看地址啦。 Yoohoo！